是白丁啊。今天来的这根笔，我觉得肯定是那个众所周知啊，因为做了那么多跟仿他的笔，或者是说跟他差不多的笔，但是原装正版最后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下，刚好就别人送了一根，然后我就做一下吧。好了，常见的一个龙骨盒，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了，直接就来吧。但之前别的笔我都捐出去了，就是对，已经那个捐出去，然后就捐给那个慈善了，然后就没有笔客对比了。好，所以就啊，对，多多包涵。再下来就唯一不同就这里啊，这次是一个拉米，那平常就看到就别的各种品牌边，然后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这里。Lamy.com made in Germany， 对，就这个 Germany 德国的进来的东西吧，就是说。特别喜欢 Made in Germany， 就是说特别用这个东西来显摆，但是、感觉越显摆这些东西的时候，一个品牌质量通常是在下降，这是我第一个感觉。好，然后买回来的时候他送了一个墨囊，就这样子一个，然后正常来讲我是不会用的。对，好，然后再下来一根笔，这根笔是一个 Selfridge 的一个系列，然后整根笔反正就大概这样子呗。然后拉米的笔，反正我还是那句，个人来讲，它这个反正我个人来讲，我很讨厌 ABS 塑料做出来的东西，因为第一个不环保，第二个，怎么说？它这支笔是很成功的，把钢笔本来是一个比较环保的吸墨水，对吧？笔尖也是很耐用的，因为一个商业原因或者一个商业的包装，然后导致它变成一个烧后柄，跟现在的一个原子笔或者圆珠笔没什么差别。对，所以为什么我不太喜欢这个笔，而且它不是专门，它不是一个文具品牌了，对我来说，对吧，它是一个潮流品牌，更多的就是反正就四个点嘛。然后这个圈圈是一个纸，我觉得它这个包装反正挺不错的，这个反正挺精细的，因为这样子也刚好就是说看到就是说拉米的一个怎么说，给人感觉好像防撞这样子，但是有点多余了这个，但是也 OK。 然后正常笔反正就好，跟之前普通的笔反正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大小吧，然后我们在后面一边边讲吧。然后这个圈我放一边。好，那这个大小首先这样子还是一样的，我们平常用的无印啊，无印的东西我还是比较喜欢，因为无印的东西品牌来讲它的品控我暂时来讲是最满意的。好，然后再下来那个我迟一点的一个什么，就是在做一个读后感的一个节目，然后呢就也是在那个也是第一本书也是跟无印有关的，对，那个到时候希望大家多支持，然后我后面会讲原因啊。然后就这样子，那个也是14厘米的一个长度，对吧，正常的反正就标准的一个长度，然后很精准，你看到14不多不少啊，那这个是一个尺寸。然后笔的话你看到会比也不用说太多，会给平常笔那个粗一点嘛，这根笔。然后讲一讲整根笔的跟我之前用的有什么差别。首先第一个，这个刻纹上面的这些精细度明显是比之前的一个要锐利，就是说之前用的，但是它这个没有那么，就是说没有那么板，你看这个棱角分明，有没有看到这些棱角分明，就是说别的那肯定没那么精细。然后呢这个笔摸上去有点不是割手，但是你觉得那个手感是割手，但是不会割手，希望能懂这个意思。所以你能看到它这个边非常锐利，然后这边也是两边的，就是说有一个 就毛边那种感觉，所以说会再精细一点，就这个模具的精细度还是真的很高。然后还多了一个这个字Champ，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如果知道朋友可以给我那个说一下是不是那个纪念版还是什么的，反正我不知道。然后一样的笔夹，然后这个对之前如果 有看过我烂笔头那一集的话，反正我就不做连接了，喜欢的就回去我那个系列里面找找。然后这个会比烂笔头那一个就给精细一点，对，就这些细节吧，但是这些细节好看是好看，会给你感觉质量很高，但是关键还是笔尖不影响你使用，对，反正我还是遵从于一个很实用的一个东西，一个什么原则。还有我不会认为好看它是一种品味的表现啊。然后再下来，因为拉米的定位是非常好的，讲回去前面的讲过到的，第一个它可以装逼，因为很多人知道，然后装逼的代价也很低，就是说我可能几百块，对，给人买一个众所周知的品牌，然后我又这个品牌的一个品味，对吧，我不会跟大众很偏离，像那个派克那一类的，对吧，有时候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喜欢，或者万宝龙这类的，但拉米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装逼代价低，然后能用，对吧，还有一个能用，因为像万宝龙那种金尖笔通常都不会用，那像拉米就不会了，所以说它的
品牌定位还有它营销包装做得非常好，就是说我认为它是一个什么品牌大于本身这个东西的价值的这样子一个东西。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你看我不是特别偏重它，它的东西模拟除了这一支塑料笔以外，就是 Selfery， 还有除了 Selfery All Star 我认为是没问题，但是它笔尖是异形尖，它不是跟常规的那种笔尖一样，所以说它的笔尖对我来说跟烂笔头跟别的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因为 它的笔尖是稍后品，它不是一个就是说像白金那种做那么用心，我觉得但它本身这个品牌像拉米两千这种这么就是说 Bauhaus 的这种风格，我认为我还是很喜欢它那支笔，真的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它还不过时，这一点我非常认同，而且它现在这个它那个外观到现在的确还是很经典。那所以说除了这支笔以外，其实其他拉米的笔我都很喜欢，还有什么大爱乐那种伸缩的那个机械结构真的很棒啊，只是说我不太喜欢它这一支笔出来的这个定位，就是说拉米品牌我喜欢，我只是不喜欢这个系列的笔，能理解吧啊。当然对，希望不要得罪喜欢拉米的朋友。好，那个就不说那么多，然后正常这些都是很怎么讲，那笔握上面来讲跟前面的笔也是一样，就是说它是更精细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更精细不影响你书写，还是那句话，不是就是说不会很大影响。如果你们真的喜欢拉米，我觉得我建议你们不要去买拉米比较高阶一点的笔，就是说买这些，如果这个的话我认为还是你们懂得我说哪一些啊？对，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先有吸墨器，那我们就把这个吸下墨，可以吧？反正这些，因为这些 ABS 塑料的东西，我认为就是说大家能买便宜还是买便宜，不值得买贵的，我还是这样子一个原则啊。ABS 塑料不值得买贵，如果是别的，我建议你们买好一点的啊。白色的笔真的有时候好，有吸到一点，有吸到一点，反正。我为了方便我洗笔，我不会洗太多啊，因为这根笔很坦诚的说，这我平常用我都，你们有看过我笔套那支也知道，就是说我平常是用那个百丽金，我不会用别的品牌，对吧？因为我用习惯了，我肯定不会用，咦，奇怪，这个怎么装不进去了？就是说我平常如果我用习惯百丽金的话，我一定就我不会再用别的品牌，因为换一次其实也挺麻烦的。然后这个还是要这样子。卡进去然后再慢慢扭啊，就这个模具还是做比较用心，但是影响不是很大，说实话就差别这个，然后这个也可以这样子啊，反正这根笔正常吧。好，写一下那个字，然后看一下它那个笔尖啊，最近没怎么做钢笔视频，人话比较多啊。好，写完了，那第一个感觉我觉得需要给你们对比一下，这个声音先来一下，这边也是，是不是觉得声音小很多？对，这支笔适合写英文，不太适合写中文，为什么？因为往下拉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声音，横着会有，写中文的话不太适合用太滑的笔，适合用一些有阻尼感的笔，那金尖有阻尼感的笔还是日笔为主啊， OC 笔大部分都是很滑的啊，不滑的很少，有也很贵，然后反正它顺畅度什么都没有问题啊。这根笔给大家看一下，应该是一个 EF， 对，我看一下，哎，点一下啊，可以，应该是我现在好像上面看到拉米的一个字眼，对吧？好像拍的不是很清楚，但是一个 EF 键了哈，不是很清楚啊，行好，然后呢，我们再回来一下，哎，点一下镜头 ，OK， 回来对焦一下，就这样子。然后整根笔来讲的话，你说，我认为我写个春字吧，对，不太好出锋整根笔。那写起来的时候，就像之前不是一直跟你们说过，国产钢笔有一个问题吗？就是说你写的时候很滑，但是是钢尖滑得很奇怪。那拉米这根尖就是那个奇怪的感觉没了，但是来讲的话，还是很怪的。手感来讲，就是说还是 OK 了，就是说还是手感来讲会比普遍的国产比较好。但是如果这个价格来讲的话，我建议买那个百乐的笔会好一点。对，但拉米的还是适合买，就 OC 笔还是适合买一些比较高阶一点的 低阶的 OC 笔，做起来没有日笔那么用心。对，就这样子一个情况。那整根笔来讲评测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然后整根笔粗细你会看到，对，反正 OC 嘛，对吧？即使 EF 尖跟日笔还是一样，但
F 键的话，但是跟正常的要母音也是 O C 嘛，对吧？但笔尖你看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因为这跟我 E F 尖的时候跟五音的 F 尖好像也是差不多，对。所以说啊，有时候钢笔这个东西嘛，品控嘛，对吧？好，那个有知道观众麻烦把这个给告诉我一下，这个什么 Champ。对，我真的搞不懂是什么东西。好的，那就到这里，那个谢谢大家。